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还有我呢。我会让你忘了过去那些，不开心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平生，嗯，我看这两天外面挺乱的，我有点担心婆婆，我一会儿想去看看她，行吗？嗯。原来这面煮的菜。 很好吃，这是我以前从没注意到的。他也很懂得生活，我才发现，我并没有好好的了解过他。我和瑞眠就这样度过了新婚的第一天，平静的，浑然不觉。这种生活，好像原本就存在于我的生命中一样。不知道鸭山镇是否也像我一样平静？在这个世道里。 平静是一件奢侈的事。好了，哎，谢谢啊，再见。哎，我要剪头发，我来帮你剪吧。你想怎么剪？有多短剪多短。这么长的头发要留很多年，剪了很可惜的。我要剪。 谢谢，欢迎下次光临。瑞眠，以后每个月月底拿账本去找宋伯父对账。哦，知道了。关门吧，累了一整天了。请喝茶。谢谢。啊，是这样，我们老爷说，小姐大婚的那一天呢。 想请陆师傅去做个头，陆太太也一起赏个光吧。宋伯，我知道了，我们会安排的。哎，好。听到佳怡结婚的消息，我心里只有祝福。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资格参与到她的生活，也许是因为她嫁给了一个可以给她富足与安稳的丈夫，我祝福她。 希望她比我幸福。这就是婚姻生活吗？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长此以往。结婚之后的佳怡，也要过这样的生活吗？她会跟叶江天说些什么话，做些什么事呢？今天婆婆本来想留我在她家过夜的，但是我一想家里还有好多东西没收拾，我就不敢答应她。下次再去，你跟婆婆说一声。 让他搬过来和我们住吧，照顾的时候也方便一些。嗯，我下次去劝他。哎，对了，你明天想几点钟去给宋佳怡梳头啊？清早就去，梳完头我就回来。嗯。
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明天不是要早起吗？给佳怡做个发夹，就当结婚送她的礼物吧。做完了就睡吧。医生，哎，婆婆说她脚疼，我想带她去看看大夫，顺便帮她干点家里的活。好啊。嗯，那个，你一会儿去帮宋佳怡梳头，帮我带句话，替我谢谢她，也祝她幸福。好的。活着呢，这么长时间不回来，我以为你死了呢。说什么呢？你还没死，我怎么敢死？再说了，我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父亲，我死了他怎么办呢？这一大早晨你就死死死的，多晦气！你别在这假惺惺的，这不是你的儿子，你不配。呦呦呦呦呦！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绝情啊？我绝情？我绝情得过你吗？我怎么绝情了？我还不是出去找营生了，为了咱们一家三口，要不还回不来呢。就为了赶回来吃老宋家的喜酒。那你可就别想了，人家根本就没发请帖给你。是吗？哎，这宋丰年够无情的啊。哎，陆师傅也没请吧？陆师傅，陆师傅，哎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啊，瑞棉，你也要去啊？啊，不，我去县城给婆婆送药。要是可以的话，还是回来吧。嗯，那你也别太晚了，我走了，我先走了。陆师傅，我们走吧。哎哎哎哎，老娘们，你干什么去啊？人家宋小姐结婚不梳头啊。陆师傅，我们不理他，走吧。我还没吃饭呢。这娘们心里还有我。帮我谢谢瑞敏，我想他现在一定很幸福。我突然想起我妈跟我说的一句话：男人天生是为有光彩的女人而生。大姐，哎，你来看看，这样行吗？行，这也太好看了，这哪还像新娘子啊，简直是画影戏里的女明星。你看，佳怡，你喜欢吗？你说了算，毕竟女人是为有手艺的男人而生，不是吗？那就这样吧。这现在是时代不同了。以前我们嫁人的时候啊，都是娘亲亲手为我们梳头。这现在，卢师傅，以后我有机会再嫁人，你也给我梳头好不好？好。
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帮我剪头发吗？记得。多久了？两年，不，三年了。是吗？三年了，我怎么觉得像昨天发生的事儿？现在你结婚了，我也嫁人了，我们当初谁也没有想到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我怎么觉得我出嫁都是你把我送出去的？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就别提了。咱们人啊，总得往前看。这人活着，不就是希望明天过得更好吗？你说对吗，陆师傅？对。所以我说呀，这人啊，不能执着。什么情啊、爱呀，该过去就过去了。刘大姐，我宋佳怡能有今天，还真要好好谢谢你。宋小姐，有些事情就看你怎么看了。你今天高兴也是嫁，不高兴也是嫁。照我看呀，你不如痛痛快快、高高兴兴地嫁出去，这样啊，我们陆师傅也能放心。你说对吧？这发卡真好看，在哪买的？我自己做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当兵那阵子，嘿，一枪刺挑俩，那血喷的，洗好几天都洗不掉。哎，陆师傅，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刘大姐还要送新娘子。哦。哎，陆师傅，陆师傅，今天是叶师长大喜的日子，他想请您去部队里帮个忙。
师长。嗯。部队马上要调防了，所有师以上军官立刻到司令部开会。军情紧急，看来你们的蜜月就只好马马虎虎了。是，司令，我是党国的军人，能为党国效劳是我的荣幸。对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新娘子，我只好把你的新郎官给带走了。我非常愿意把他捐献给国家，抗日为重，对吧？对，人好看，觉悟也高。嗯，诸位，现在我宣布，婚礼到此结束。最后，我们得唱个歌。唱什么呢？大刀歌会不会？会。很好，来，大刀向，预备，唱。大刀向，鬼子们低头上看去，全国爱国的同胞们，抗战的一夜来到了，抗战的一夜来到了。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，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。佳怡，佳怡。在部队里等我回来。我想回家。回家？部队就是我的家，以后也就是你的家，就待在部队里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小马到，送夫人回屋休息。是。夫人您请。怎么会是这样？这女婿还没过来敬酒，这就散了。中国军队勇敢前进，